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亲临2015两岸养老产业城市发展论坛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艺彤。那我们今天的论坛呢，是以创新城市养老产业为核心，同时我们也请到了业内的各位专家和嘉宾亲临指导和讲解。在此次论坛上呢，我们还有合作签约仪式，相信通过本次论坛呢，您将会对养老服务产业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我们这次论坛呢，也是以纯学术交流为主，所以在事先呢是没有安排各位的座位喜好的。那么在这里没有提前通知大家，在此组委会向大家表示歉意。在接下来我的所有的嘉宾介绍和签约流程环节呢，我们所有的顺序是不分名次先后也不分级别的，请大家见谅。在此我首先要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天亲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发展中国论坛副主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嘉来先生，谢谢林先生。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产业扶贫委员会项目部主任李慧女士，谢谢李女士的亲临。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大学院医疗福祉学研究科教授、日本医疗介护福祉政策研究会研讨会理事长、日本国际医疗福祉综合研究所所长、日本法兰西床控股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村秀一先生，谢谢中村先生。山东大学苏州研究院院长吕明星先生，你好先生。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白庆祥先生，原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北京艺城三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玉柱先生，苏州新施重建发展有限公司赵艳红总经理，以及盘锦市双台子区各位领导、烟台市莱山区开发区的各位领导、苏州市福利总院、民生银行、渤海银行、工商银行、华人物业、上实物业、日本法兰西床控股有限公司、苏州福兰书床有限公司、博尔电力、农发集团以及在场的所有来宾，感谢各位的亲临。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吴门桥丝绸、上海麦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上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本论坛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那么我们首先邀请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副会长林嘉来先生致辞。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日本的国际友人，上午好。我非常高兴啊，应邀参加这个2015年这个城市养老产业这个论坛，
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也在关注我们国家的养老产业发展，大家都知道，因为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们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所以人口生态的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各级政府跟广大的国民，所以在面临着提前进入老年社会，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比较滞后，具体的民政部的领导也都来了，具体的一些养老政策就是还不规范，所以我非常赞赏这个乐于这个养老产业集团台湾的朋友们在这个方面先走，我也希望，衷心的希望乐于养老产业集团能够健康快速的成长，为我们国家的养老产业做出一定的贡献。养老产业呢是非常重要的产业，现在已经困扰到每一个家庭，根据我调研的情况，老人家很多不希望就是盖好敬老院，他们到敬老院去住，一天三餐，晚上睡觉，生活又枯燥无味。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民营企业的搞得养老地产呀、养老设施一样，企业家很郁闷，不能赚钱，对民营企业来说，我有钱给国家回本，国家财政不好问题，民营企业的话那就是说你必须要你不盈利你怎么能负担，怎么能负担自己的职工，怎么能负担就是这些台湾所谓就是长者，就我们大陆叫老年人叫长者，怎么能负担这些，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有待于很多的探索的问题，探索。所以我也衷心的祝愿乐怡养老产业集团能创新，能探索，摸索出一定的经验，特别是标准化，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平都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大家也都知道，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的第一了。但是呢，按13亿人口一平均，分母很大，所以人均的生活水平还值得到6000到7000这样的经济，所以比新加坡、比亚。东南亚的文莱国家收入都提出了，所以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就加大，城乡差距加大，东部跟中西部的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差距的加大越来越显著，基尼系数据专家提已经达到了0.47，内部讲的可能还不止这些，是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所以这里中国文明开发协会也非常关注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希望乐怡养老产业集团能够协助他们，跟他进行战略的合作，帮助他们标准化，先以企业标准，然后呢，能今后取得国家级的标准。现在国家有政策，你能够列入民政部的国家级的养老基地的话，每年不开盘跟民政部有个协议，有300亿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就国家政策上就可以支持，所以希望这个集团公司能搞大，包括下面的分公司要搞大，所以这里面建议第一，如何苦干实干加巧干，重点放在
你民营企业家有积极性，但是呢，不可能你一个人能够拿出几十亿、几百亿，把整个国家的养老产业能做得好。是要把若隐这个养老集团这个公司，给他搞几个示范基地，标准化以后，我们扶贫开发协会就可以提供平台。比如全国有592个国家级的评论员，我们建议国民扶贫办把养老产业的现场扶贫就在苏州开，再搞得比较成功的基地养老基地来开，把你们的经验全部推复制到592个国家级的评论员，它每个县都有老的问题，都有养老。所以这里面潜力就很大，对产业来说发展，养老产业发展潜力也就非常大。所以这个地一定要巧干的问题。第二个小哥是提建议的，就体制上的考虑，因为我们国家体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还有呢各部门之间呢各自为政，互不来往。所以哪一个企业要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一定要打破朝官分作各自为政，如何进行资源整合。资源整合，包括资金资源整合、人才资源整合、市场资源整合、信息资源整合。国家补贴的钱，比如每个床位补贴多少，要争取拿到手。比如国家党有个政策，民政部有政策，有什么补贴政策、贷款政策，要努力拿到手，为自己企业发展。或者你能够发挥你的口才，能动员其他的民营企业家加入跟你一起做，用他们钱，你只要用你的品牌文化，你用你的标准化，人家出钱。那你要做多大就多大。可以说如果若你养老产业按照这种办法做，两三年之内就可以在国外上市，或者在香港上市，在美国上市。因为养老产业是全世界都共同关注的产业，共同关注，哪个国家都要做这个问题，这是好的事情。我前几年跟全国政协一个是不是我们欧洲的养老院跟中国的养老院合作搞会员制？我们的华侨在欧洲养老院，华侨到我们国内的养老院，短期的养老，半个月一个月，我们国内老人到欧洲国家去，这多好啊！刚刚退下来60岁的男女同胞们，身体都很好，吃得好，睡得好，走也走得动。你和你的一本一面养老，一面出国旅游，这多好！那外国的华侨长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那回到祖国来养老，看看祖国各地，这多好！我建议以后若隐养老集团也跟欧洲的养老机构进行横向。还有老人家有个特点，你叫一直住在你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他也感到没意思。你最好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然后呢，冬天我到海南去养老，夏天海南太热，是南方各省太冷，我就到北方，到哈尔滨、到黑龙江去养老。你能不能探讨一下这个模式呢？全国呢？搞会员制，用互联网加养老，叫什么？就是智慧养老。那这样就方便了。我这老夫老妻两个，我今天在这里，过一两个月换一个地方，再过一两个月到国外走走。你这样的养老机构，哪一个老人不喜欢来？老人就最怕孤独，你如果能跟家庭的居家养老，那就更好。
国家是提倡居家的。我在北京调研过，很多民营企业家投资的这个养老都不赚钱，主要二点，你一定要搞会员制，搞后两十年，还有跟国外人一起合作，啊，而且养老文化要给它发展，不是养老就吃三餐饭，马上睡觉，你说这就叫养老？这不叫养老，啊，就好像讲的不好听，把老人家赶在动物园里面，关在里面，这你可以，比如说。老有所养，老有所失，老年大学还可以，老年的也不过世嘛，是不是也可以取得学位嘛，也在贫民支撑嘛。我甚至都在考虑，有的大学现在大学城大家知道，这很多有独生子女政策嘛，现在招生招不满，那盖了那么多大学校舍怎么样？我跟他校长商量，其中哪几栋来给我们加个康复医院。变成养老，你大学里面退下来的教授就在大学里，那我们呢，是一些企业家，每个星期开一次沙龙，企业家有钱，没项目，专家教授手中有专利有科技成果，我们开沙龙开座谈会，我们出城，好像科技成果不卖。促成科技成果转化，让企业产业化，把它产品产业化、市场化。那盈利呢？老人家教授说，退下来了，我还可以科技成果还可以转化，还可以赚钱。哪一个专家教授不愿意去？你解决大学教授的闲置了？这个完全有可能啊！现在可能没啥，再过几年，大家想一想，共青团中央搞的新办小学。全国捐了很多，现在呢，农村的希望小学呢，这合并了，有的闲置的呢，改成养鸡，改成养猪，这是资源的严重的浪费。我再给你隔一年，过没多久几年，大学城里面的大学生校舍，估计要拿一部分改成养老的。还有一种思路，我在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调研一个课题。到安徽淮北一个云南的医院，这个企业家头脑很聪明，医院旁边弄块地，又盖了个养老院。他提出，北京的医院，北京三零幺医院退下来医生，到我这里来免费吃住。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他免费吃住，他医院旁边每天还得搞专家门诊，这些就是主任专家推荐。到这免费吃住，他还可以兼旁边这个民办医院的这个看病，很好啊！给他又分成三级分成，医院又增加收入，哎，专家退下来又看病又还可以增加。所以我一直提这些案例建议，就是希望在座的搞养老的企业家多动脑筋，养老要形成产业化。而且现在要形成产业链，不然就耽误就养老保养老这些企业的盈利模式好商业，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很重要，有收入才有收入。所以到时候我希望以后见到这些从事养老产业的企业家，应该是每一次看见都高兴，为什么？他收入拓展了，而且呢？做完以后，你这个养老产业还得上升，那你多好。所以说，品牌文化、标准化非常重要，很好的选择下自己发展的商业模式。你今天时间还有，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感兴趣的，以后我们在个别再交流一下，交流。我们协会的资源是很多，我们私下跟刘总也商量。就中国农民开发协会准备跟乐林养老产业集团长期的进行战略性的合作，还未来有具体签署合作的协议啊，谢谢。
养老集团呢，是一家致力于中国养老产业的集团公司，他们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家庭式生活环境，向长者们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兼顾长者对医疗护理及康复的需要，建立一个让家人放心、让长者舒心的居家养老环境。乐怡养老秉承先进的养老理念、成熟的护理体系及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打造适合中国长者的全新养老模式，为每一位长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人性化的医疗、护理、康复服务，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为长者提供全方位的照顾。那么在此次论坛呢，我们会分主会场和分会场两个会场。分会场呢是在旁边的姑苏厅，那么在分会场将会为大家进行适老化科技产品的展示。那么也请有兴趣的嘉宾，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移至分会场去进行一些了解。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乐怡集团与其战略合作伙伴的签约仪式。首先有请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李慧秘书长与乐怡养老集团柳建龙总经理上场。
TUB 事业部总监康磊先生。有请民生银行苏州分行的王孙明行长。好，接下来签约的内容是将和山东大学苏州研究院的吕明星。